小韩挑战之疯狂左右猜。来吧，看看你们今天要玩什么，搞出什么新的花样。在你的左手边还是你的右手边？确定吗？确定。那这个意思吗？嗯，这个。那一算的话，我就愤愤离场。你想好到底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，那就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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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。白粥，看看另一个是什么？啊，那也还好了。这个好，我可以确定吗？确定，哎，快快快，不给出门了，快点儿。但是能不能是做游戏，每天一只鸡，每天吃一只鸡，这什么大户人家，有一点点时间，但还不错。但是冬天你们适合喝汤。嗯，我也比较喜欢喝汤。这个是甜点啊。哦，甜点啊，那随便吧。这个，这个确定吗？确定，非常确定以及肯定。还好，这是啥？哇！这一算的话，我就愤愤离场。这怎么算甜品啊？一会儿每人给我试一个这个甜品。这个汤品呢，它是现在比较大家比较流行的小韩食物。不要。那我闻一下，好不好？咽下去。你等会让我把人嚼碎了，还可以，真的还可以。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走，拿走。哎，你们不能这样，但是会觉得黑蒜特别不好吃，因为是这样的，我说一下，因为我是一个本身对于蒜这种东西，我认为它只是一个佐料，它是要加到就是。一些菜里面的，我从小我就不会生吃蒜，但是我爸会，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没有这个饮食习惯，并不是我觉得蒜有什么不好，所以喜欢的人可以就是可以多吃一些，当然不喜欢的人没有必要去强求他嘛。肯定有油条，这个。这个，哦，这个很好吃，还有油渣呀，很香，还是咸的，我喜欢吃咸的，然后上面还有腊肉、腊制品，完全是我的 style。是不是吃点点汤，我们来上饮品？饮品可以啊，那就这个吧。哦，其实也还好哎。你是买冰茶喝冰茶？对，因为清热降火。我也要古丁茶，因为这个油渣有点腻，需要解一下腻。这茶叶也挺少的。不太苦哎。这个橙汁跟粥一样。你们自己打的。祝大家小年快乐，然后注意保暖，不要感冒。然后过一个好年，拜拜。